小组化现象嘛，影响学生人数100到110学年多，高职生减少百万20万人。新北市对举办国际研讨会，提供未来继续教育建言。随风高岗的学生学习亲子家庭，去老大人的厝内底服务。英国高级学生带着文书工作者去庙来记录。新北市教育局门下六大民间团体甲高级合作，为在地来出发，让学生发挥学的。可以到我们的在地三峡去做一些庙宇的一些祭祀，我想对学生的一些实务经验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让学生就觉得说他所学的是真正能够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社会，让他自己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今年的工作营对和技术跟生活来结合，高级学生也提升对读书跟未来的信心。也不过，经教部长杨朝雄来出席技职永续教育未来国际研讨会来讲谈，技职教育也是无受到真多重视。这里缺工，那里缺人，技职教育不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组化来冲击读册人数，100到110学年多，高职学生减少要外20万人，高中学生仅仅减少6万人，差超过3倍。杨朝雄是指出，欠人的危机是咧扩大。我们大概这几年，我们开始导向所谓的这个数位转型，那慢慢把这些人才从所谓的一些基础的操作人员，转型成让它变成是未来是可以一个我们叫数位化或智慧化的一个人才。如何为学校甲企业来改善？三观下甲家长团体200多人，透过论坛甲24篇现场的实务分享，希望提出对策，避免未来什么拢找无着人，公司嘛无专业人才会当使用。记者邱新志明，新北市报道。